左边这一块是凉感的，凉感的滑棉，凉感的滑棉。你看这个光泽感，你可以体会它是棉料吗？它是棉质的哦，而且带凉感，超级超级舒服。然后啊，右侧这一半边，右侧这一半边是那个麻纱，像是当然是还是有含棉的，是可是它的手感是比较像是麻纱的材质，异材质的拼接，然后这样子倒圆弧的下摆，倒圆弧下摆，后面的部分呢，又再给你们圆弧下摆盖屁股哦。这边的版型你们绝对会喜欢，材质也绝对会喜欢，尤其是怕热的中南部的这件，请三个颜色直接加起来，是完全不会绑臀的，完全不用担心。再来是手袖，你们可能也会 care， 就是这边也做到松紧，怕这边会卡。那你们先看我是 M 号身形，现在我穿还有这样子的宽松度。当然它可以再撑，它可以撑到这样子，所以这一件啊，我很仔细研究过，我保证2L绝对可以穿， S 号到 2L 都完全可以穿，白色一定会微透，请你们怕透的人就直接配个内搭背心，可以接受微透的人就直接穿肤色的小可爱或是内衣。拼接线跟异材质也是去大面积破坏你大面积单一色系的感觉，穿起来不觉得肩宽有被修饰，因为他故意从这边拼，肩宽是会被修饰的。然后啊，领口的部分也是算是比较宽的哦，都非常的友善，真的是这边 S 到 2L 都完全没问题。这边你看它这么弹性就是这么大，你上班族你可以搭西装裤或者是搭窄裙都非常的适合，而且它非常的舒服。